这听起来大户还在观望，不过呢，像是中小型股最近是不是表现还可以呢？那重点观察股，你的推荐？啊，是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生技的部分里面，今天可以看到像承德啊、建雅、建桥，甚至在桥山一些医疗器材的这个部分里面，所以整个生技的族群不只是新药，不只是在这个学名药，那甚至还有包括高阶医材的部分，尤其是昨天才刚挂牌的益安的部分。那另外在电子的区块里面，刚刚提到的业绩的部分，虽然过去 LED 的一个族群业绩的一个状况，大家看到这个可能有比较多的杂讯，不过我们也陆续看到，包括这个今天的益光啊、龙达。甚至金店，那这个部分里面如果再进一步的来看，因为国际的大厂大部分都在做高功率，那在国内大厂擅长的这些中功率的部分刚好能够get到一个照明的市场区块，这反而也是大家在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。那这一些都会成为盘面上的一个指标亮点，也成为下个礼拜大家可以多加观察注意的指标。好的，非常谢谢分析师提供的指标。